不管是遮蔽射击还是越障射击，对队员的心理素质都有着非常大的考验。遮蔽射击最难的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反应、识别目标位置和精准狙击。通过这次集训，我学习到了很多狙击技能，也提升了自己狙击水平，并取得了特等狙击手的称号。这次比武所设置的科目都是以实战为背景，主要目的是锻炼队员在实战环境下迅速捕捉目标以及精准命中目标的能力。